我今日会介绍 Brust 嘅，咁大家见到咧呢只咧系 Sur Brust 嚟嘅，咁佢包呢度咧前面有个 S 标志啦吓，跟住下面咧一定佢要起到效果嘅 cut 先可以咧发动佢 Sur Brust 嚟，佢而家 Brust set 咗，咁跟住因为咧例如咧呢张起到效果嘅 cut 咧被移至废弃区咧，咁就可以发动 Sur Brust 嘅，咁而普通嘅 Brust 咧系冇呢个技能嘅。咁你就必須要揾到佢嘅召喚條件先可以發到。誒，呢兩個嘅召喚條件咧，例如 spirit 被破壞先嘅，咁你就可以發動起到效果。唔使，例如可能生命值必須要減啊啦呢個。咁但係我用咗 spirit 防禦喎，咁但係起到效果啦，咁我就可以發動呢張嘅 burst 啦。但係你呢只，例如都係生命值需要減喎，咁但係你冇起到你因為呢只怪咧唔係 super burst 嚟噶嘛，咁所以咧就係冇用嘅。咁咧。咁起到效果咧，只系 for super burst 嘅啫。咁咧 ，burst 咧呢个咧就系普通嘅 burst 啦，同亦都系放喺同一个位置嘅。嗱，例如呢张 super burst 啦，同埋呢张 burst 咧，都系放喺同一个位置，即系同一个 burst 嘅位置啦。咁好啦，咁呢段片咧就到此为止啦，拜拜。